身为安东的教练，我对于球员们的遭遇感到痛心。我们是球员，我们要打球。我们是球员，我们要打球。林通，你疯了吗？你真的觉得这样有用？硬拐棒，我给你掉。这个先例一旦开了，你就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女篮联盟啊？我其实你比较想要带韩国队创吗？你真名知道台湾无敌啊？